好，大家继续 Colomon。上次讲到咧，我哋俾人击杀咗，系好遗憾地，竟然输咗，所以我就捞咗上船之前嗰个 save 啦。咁然之后咧，我就未买翻之前要买嘅嘢嘅，所以我哋而家买一买先啦吓。OK， 反正我哋而家有4000多元，应该都 OK 噶啦。好，优惠券啊，唔使啦。我哋今次要谨慎少少去对待呢一个嘅对战，我发现咧好似有啲难打，尤其是佢嗰个落雨嗰只蟹，嗰只蟹真系好劲，唔系讲笑。OK， 我记得嗰个嘅沙滩上次咧曾经遇到嘅，吓争啲俾佢打死第一次，咁今次就小心啲啦吓。呢度 save 先，我都估唔到，我竟然咁快就要面临呢一个灭团嘅危机啊！呢度好似会撞怪噶嘛 ？OK 有啦，我要只蟹，然之后有天气嘅，咁就捉得啦。好，有冇落雨？冇落雨，冇落雨，我哋唔捉。嚟，哦，地居蟹啊，呢只都可以试下捉嘅，十蚊靓。推进拳，没打中，潜伏，加防系咪？躲避增加，哇，加闪避 ，nice， 中，扣咗七滴血，非常之少。哎呀，打多拳应该差唔多捉得噶啦，差唔多啦，一半血，我觉得。佢仲要再闪避喎，我下一下一定打唔中佢，我唔觉得我打得中佢，我直接捉佢。播一播啦喺度，单车变摩托，各位掂啦啩？拖又唔得喎，竟然唔紧要，我哋再试咯，打一下先。90名中，我哋用撞击啦，真系唔中啦，系身体强化，加防撞击 ，OK， 差唔多啦嘛，懦夫。防御稳步增加，哇！佢呢一个系血量低嘅时候会增加佢嘅防御力，好似几强啊！得啦啩，搞掂 ，OK。睇睇呢个 Colomon 啦，31血，22防，防御偏高嘅一个精灵啦。咁佢系沙类型嘅。受到暴击时会胆怯起嚟，防御增加两哦，原来唔系补血嘅时候加防，而系咩啊？俾人爆击嘅时候加防 ，OK。有啦，唉，终于有啦，都几难有呢个特性，唔系讲笑，撞咗起码都有6、7只啦，依家先撞到，撞佢啊！哇，争啲死啊，佢撞到。唔紧要，我哋可以捉佢啦。呢、這个 level 呢个血量应该捉得啦。咁样我哋就有一只强劲嘅水系、啊、真系强啊呢只。尤其是佢嗰个二连，冇啊，冇打死我，唔该你。防御增加，应该普通嘅旋转球都捉到啦。震多下，叮，有啲唔得。我捉嗰只强劲嘅蟹，呢只蟹真系犀利。好，我哋先望一望佢呢一个蟹嘅实力先。咁咧蟹佢系偏向攻击型，系攻击型，攻击血同埋防御型。OK， 水蟹啦，标准嘅潜能啦，然之后有呢个普通技能，身体强化，水蟹什么都冇零。下雨啊，呢、这个点啊？我哋可以将呢一个嘅道具移动俾呢只龟，我呢只龟更加适合，呢龟太劲啦佢实在。好啦，然之后咧我哋就即刻翻去嗰个城镇度回完血，入洞穴度顺便帮只蟹升呢，系啦，一边打一边帮只蟹升呢啦，只蟹一定会系都几强嘅战力嚟嘅，可以话系我觉得。好啦，咁按照上一次嘅劇情咧，咁我哋依家就会即将入洞穴啦。咁入洞穴之前咧，我就决定 save 下先啦，系啦，惊惊地，有少少惊惊地啊，因为又翻呢个黐线嘅洞穴。
OK， 电流重呢啲正好可以用嚟帮啊太仔升咧。OK， 一下秒啦，依家已经可以。我哋嘅伤害已经高到可以一下秒杀对面啦。果然加特工系冇错啦，呢啲杀冇死啊，加特工系。哦，佢有闪啱啱，强大，劲嘢嚟喎。我哋用普通撞击撞佢先，应该唔会死啩。OK， 冇事。分蜂群分心，降低啲咩啊？准度即系命中率。好，我捉佢啦。第一次见喎，强大潜能嘅精灵，依时捉到，搞掂。望望，强大嘅25血15速度。15速度幾高喎、啊、攻擊14特防高嘅，跟住電系亮出發出了亮光，阻擋了霧色，照亮了洞穴，有咩用啊？睇個款好似唔多電喎、啊、替換一個小隊成員，我哋唔要電流蟲可以、OK， 既然我哋摸到咗新嘅夥伴，我哋即刻就死符啦呢位。OK， 四符，揿错，四符 ，OK 得 ，HP 蛋糕少，呢、這个上次好似系死咗喺呢个训练家度，就系嗰只咁嘅鞋，哇，好鬼劲嘅鞋，执完道具再同佢打，执完道具啊，四符买啊，即刻去复仇。哦、oh, ，OK， 佢一出嚟有闪嘅话咧，证明佢可能个潜能系比较强嘅。如果冇闪嘅话，就系正常标准嘅个体值，标准嘅潜能啦。我唔撞佢。我哋只蟹仲未升咧，我哋只蟹。OK， 冇咩特别嘅啫。佢嗰个入战斗画面嗰个动画咧，我搞到我以为系有啲好强劲嘅嘢，咩神兽嗰啲嚟啊！复出，复出啊！靓仔，上次打到我死值一只啦！上次佢一个落雨，然之后完美咁秒杀我成队。好，18秒。OK， 升咧。系啦，水蟹。咦？但系佢呢个水蟹冇落雨喎、啊，定系唔系呢个训练噶？愤怒之钳系呢招啦。其实我就咁睇，我都觉得好鬼劲，非常有效。佢只要钳多下，我就死咗差唔多。烧佢好冇咧？烧佢啦，不如。O K， 烧啦死。佢一隻啫系嘛，唔系两隻系嘛？成长到九咧，愤怒之钳一到三攻，好恩九哦！我记得呢一个嘅下一个，呢、這、一个下一个佢有隻落雨嘅蟹，呢啲不值一提，应该唔会死啩？哦，变化技速度减少冇问题啊，速度减少都唔够我快，都系嘅，对面13嚟。OK， 唤醒技能啊，唤醒潜能，特工啊，全特工啊，唔好谂啦，全特工型，好，食个药先，回得20，唉，食多下，千祈唔好悭啲药，一悭咧你就会揦嘢嘅，好，冇理，双打两隻嘅，好我哋走啊直接，唔打，系咪呢个啊？定系你啊？欧文啊？哦，未见过喎、啊，唔通系上一个训练家，但系佢有，但系佢有两个特性会随机，地牙膜，可唔可以睇佢嘅属性？可以喎、啊，惊水，佢系沙系，
OK， 咁我哋可以直接用火去烧佢。身体强化，啲电脑咁中意用变化技嘅，虽然呢一个都算系一个机制啦，电脑机制，唔好令佢咁强啊，佢太强我哋啲玩家一定输。虽然我拣咗困难啦，二十咧，地岩王一样啦，都系用火烧啦，烧到一半就够噶啦。通常這些呢啲咧，你烧到一半咧。跟住下一弯再烧就掂啦。好，蟹仔，蟹仔啊，全攻击型啦，全攻击型啦，一系，睇下佢个咩先。系啦，攻击防御型嘅蟹，好，全攻击。相信应该大家都听过啦，系啦，最强嘅防御就系你嘅攻击力啦，系啦。呢度系咪冇一个？哦，好啊，有一推嘅，好在突然间醒起，好似有啲掣可以用嘅，又系两只嘅。静电旋转球，听个名似系俾电属性嘅精灵用，系啦，听个名啊，系啦，各位我之前都有讲过啦，佢呢间头灯咧系第一层冇用嘅，因为第一层好光，第二层就开始暗啦。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！我点解佢会擘大个嘴嘅佢？哇，咩事啊？暮色降临。飞云 Colomon 有 10% 冇办法击中对手，哇！有啲咁嘅战场嘅一啲设定，有呢个自带嘅，即系呢个命中率下降嘅气场。好，要云系，咁我应该冇啦，系嘛？呢只系咩系啊？电系，即系佢呢个出嚟嘅话，就会变咗冇嗰个气场啦，即系冇咗嗰个。那个嘅环境气场效果啊，应该叫做场地效果先啱。难道是你 save 先？系一步一惊心，全部都要 save 啊！去雷鸣洞穴啦，佢哋都话好有意思。两只呢个卖意思，呢、這个一睇就知系火系啦。呢、這个、用水系打好似痛啲。我哋转只蟹出嚟应酬下佢啦，顺便试一试佢嘅实力。OK， 水火蟹，哇！佢呢个降雨其实都几夸张嘅呢个落雨，可爱姿势降攻击系咪？防御冇问题啦，防御啲小问题。愤怒之剑，暴露加攻，冇错。哇，你睇几劲招剑，虽然只系钳咗一下，但系都见到嗰个实力几强。美船，超劲嘅蟹。我想睇下佢系咪有佢嗰个水落雨嗰个效果系有啲咩啊？因为我唔知道佢嘅效果系点。整个成唔惊水。水技能造成额外 50% 伤害，阻止燃烧啊，即系唔会烧伤。火技能造成伤害减少 50%， 唔知咁劲啦呢只落雨，同呢个 Pokemon 嘅降雨一样，冇事嘅。OK， 钳多一下，激攻一次。可惜嘅系佢呢一个嘅即系个次数唔系咁多咯，打佢嘅次数。佢惊咩啊？佢惊个系草系，我冇喎。我哋用火蓝龟啦，我哋用火蓝龟用撞击啦。我惊其他啲打唔死，雨停咗咁啱啦。现进，小神，哇，真系完美啊！一浪完完
完咗，落雨完咗即刻烧伤，又可以即刻用火系搞掂。升呢啦啩，佢个水系，啲水系竟然冇升呢。哎呀，呢个又系瞓觉，应该唔会死啩。内裤，哇，乜鬼嘢啊？只泥浆怪，电沼泥，惊火系嘛？我冇睇错啊，嗰个系火属性嚟啊，应该系，应该一下死。哎，冇打唔中，阴功，打唔中，击中三次。打中佢 ，nice， 烧死咗，冇烧死，好似又唔系特别好痛嘅喎，我啲火，系啦，冇黑属性嘅呢度，整咩？搬药纸，哇，系咁嘅款啫，咁嘅样嘅呢只嘢，天津，就快冇 SP 啊！好技能点啦，暗夜行者 ，OK， 拗行，休息一下，恢复 SP， 有嚟，冇问题啊，搞掂，个样唔系好讨好啲，系咩搬药纸，有啲怪个样，剩咧，十二咧。使唔使食个药呢？有几多食个药啦，稳阵啲啊！我哋用个组合蛋糕 ，OK， 之后四副，好呢度上面，差唔多要喷咗恶臭味啦，我觉得要。大致上嘅精灵呢、這个洞穴嘅生态啊，呢、這个分布大概已经知道，应该冇嘢再捉噶啦。有，头先喺嗰个研究室嗰度有人送咗，嗯，呢个系头先嗰条路嚟，哇！呢条路真系点样玩啊？呢条路？卡关啊！呢个迷宫，咦？呢个阿 Sir， 诶，系咪你？睇个款似系呢个靓妹，凤凰碎片，四符先啊！万事都要四符，唔系训练家嚟嘅 ，OK？ 三只精灵，冇问题啊！又系你，搬药纸。吸收伤害，无毒，唔系剧毒嗰啲啊，小嗰啲咩中毒嗰啲啊，哦冇事，中咗无毒魔法，唔知咩嚟，冇乜血啊又，得翻21血，骨背兽，食个药先。我头先咪食错咗，净系食咗 SP 嘅，我的血量好似冇乜点加过，啱啱先发现，恢复20点，毒头骨，即刻中毒，毒四滴血，哇 ，SP 都照扣啊，都几麻烦其实，如果 SP 同埋血都扣嘅话，好打多只就升咩啦。好恩狗继续，应该秒啦，竟然杀唔死，我加咗咁多特工，竟然唔可以一下秒杀你，真系可惜。撞击，有电光石火，好远，胜利，巨石密攻噶呢招，照耀住先啦吓，始终多一个属性。多一个属性的技能都好，好过用个招火纹你，我觉得
因为始终火的特工我已经有了，不需要物理。中毒啊！有冇解毒啊？哎呀，冇解毒啊！冇解毒咁点算啊？参与对战时增加获得 S， 增加获得 ESP。有可能对野生应用毒液？咩叫应用毒液？唔系好明白。即系提高出呢啲属性嘅 Colomon 啊？不过系毒液。哎，好啦，嗰、那个中毒我哋唔好理佢啦，我哋由佢啦。啊，有佢喺度啊！恶臭气味，呢、這个都系训练家嚟，但唔系好想打，唔系好想打。好多训练家要打喎、啊，呢、這个洞穴买唔齐药，绝对打唔到过嚟。冇事，冇落雨 ，OK 啦。电同埋嗰个鬼样。巨石军呢？哇！我全部技都打去半减喎，烧佢啦！哎 ，OK 啊，我觉得 OK 啊，呢个伤害，冇啊，冇夹三下，两下好啦。哇！佢咁样夹一夹，我争啲死呢度。佢咁样夹一夹，争啲死。我高佢几多力啊？我高佢八力啊！但系佢争啲打死我，唔得啦，要缓重啦。即系食药，即系缓重。换一换先啦吓，我哋换一换寄居蟹，好危险啊！只鬼而家咬碎，冇事冇事。身体强化是加防，加个防啊 ！OK OK， 佢打我已经半减啦，加咗防佢应该打唔入我嘅，之后你就用物攻击打佢啦。哦 ，OK， 都还可以，震天效，降低我攻击，没问题啊，高速攻击，冇事冇事。好事，顶得住，赢嘅，加油 ！OK 啦，其实我想快回一回血先，我开始唔够药啦，真系。呢、這个就加血同防啦，不如慢慢屈死对面。诶、欸，只蟹都升你啦，我哋睇一睇佢条路完美一啲训练家，我真系打唔赢啦，再打落去。系咪呢度啊？应该系呢度啦。咁啱想话唔够打就有实验室啦，系呢度啦，保险私房，封锁咗喺呢度。我哋用啲咩材料建造呢度门噶？里面嘅人你好，你系 Thomas， 我系啊，你一定系派嚟嘅对战研究员啊。最见到咧友善嘅面啊，我需要你帮我逃离啊。唯一我要打败呢个电老板。我要将呢一个嘅保险丝盒切换到紧急模式，可以提供足够嘅能量咧，俾佢电量过载。应该喺你左边嘅喎，见唔见到嗰、那个大掣啊？你需要有电型攻击嘅 Colomon， 否则会对你造成严重嘅电击。我会塞几个电螺旋球喺门下面，你可以用呢啲嚟增加获得电 Colomon 嘅可能。OK， 请救我出去。你到达第一个 checkpoint， 即系话只需要离开呢个房间就可以入。在入口和检查点进行快速旅行。检查点啊，即是我可以飞出去啊，他意思是这个嘛，电梯我是 safe 先在这里，我怕危险。看看怎么玩，这个要打的这个。哦 ,ok, 要这样玩的。光电，哇，唔得唔得唔得，赢唔到赢唔到。
夜唔到。呢度系咪可以走啊 ？HP 蛋糕少。佢话佢个 checkpoint 喺边个位啊？就系隔篱呢度啊？点样 checkpoint 啊？呢个位？哦，我呢个就系快速旅行。啊，咁就OK 啦，可以咁样快速咁样翻翻嚟成度，可以回血啊，咁就 OK 啦。好，咁但系我哋今集时间玩咗咁多先啦，我哋下集继续打嗰个嘅拯救个 Thomas 出嚟啦，喺呢个电嘅保险柜入面。好啦，拜拜。